他自己弄的，我没弄他。因为我之前都没有弄。我也不会弄。没有，他是他比较学习。打了，那么便宜他还不打，真的是脑子有毛病了。他今天还要去上海，要邵建和接待他，他说他四周要加防护装置，然后邵建和说他有病。这个材料好吗？好。到时候这个视频我们可以自己留的，那个黄的就不要了。是啊，黄的你说好。嗯，那切口也可以。那结束了哈。材料软一点，硬一点。对啊。